美国买房找秋瑞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秋瑞。我身后这套房是我们在2017年的年底买的，现在这个租客退租，他是提前退租的，原因是因为现在就是我前面节目里说的利息太低了，然后他们觉得利息低，花2000来块钱租这个房子觉得有点贵，所以他们就自己去买房子。所以当我们去挑投资房的时候，确实如果你想买在很好的区，你要考虑到这是一部分原因。但是这个房子挂上来非常非常火，现在它只有1874尺，那我们现在挂的是2000块钱的租金，今天是第三天第四天，就这个状态，我们后院也没有修，然后因为它提前退租嘛，我们罚了它大概1个半月的租金，它后院也没有修，什么都没有弄，房子里卫生状况很一般。但是到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3个 offer， 都是租2年的。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租客在这儿，就是经纪人带着他就说，哎，能不能，我说租2年，他有点不愿意，他说我信用800多分，而且我才卖了60多万的房子，他肯定是想再买房子，他就说能不能签18个月，我说我们不签。就这是一类租客，因为这个区很好，现在 Frisco 的西边你很难找到31、32万的房子，根本不可能的。那这个区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几乎就这个区最便宜的房子，所以我们进来看一下。好房子租金也不错，而且很容易租掉，但是呢你很难找到这种长期的租客，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去找那个平衡点，就是你租金和首付20%或者首付10%它还贷的一个平衡点。好，这是车库，你看它这些都没有，他们家还有什么功放还在那儿呢，都没搬走。这些草布什我们都要全部要修一下啊。进来之后它的车库在前面，而且是在侧面，所以这种房它从宽度来讲舒适度来讲都非常棒。进来之后砖是很一般的砖，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太好了，所以当时我们就忍了，18×18的。然后过来这边有2个卧室，这是一个书房，一个正餐厅。实际上我们感觉，从视觉上感觉它像2000尺的房子，但实际上就在快到2000尺。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是一个入户的衣帽间，你看，我很难想象就这种卫生状态，竟然能租到2000，而且有3个2年的 offer， 有一个是亚马逊的，有一个是一个儿童什么公益组织的一个，还有一个是哪里的，就是租客啊，但是我们现在都还没有选，屋主还没有确定啊。然后这边是洗衣房。他把以前的那个 filter 留下来了，上面的柜子，这些都是当时自己加的嘛。哎，我真的是很难想象为什么每一个洗衣机后面都会有这样子脏的东西，因为这永远都没有人进来，我搞不懂，好几套房子都是。他是当时是做了个水路还是什么，所以他这还有个管，这还有个管子。你看它整体的层高也非常高，就算是一个我们这样过渡一个拐弯的走廊的空间，也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。然后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是洗手间，洗手间最早的时候，老的屋主有一个那个定的这个柜子，它取掉，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补的。然后它现在把这个以前就有一个玻璃的门，你们很多在老房子那些老人家喜欢这么做，就是这是浴缸嘛，然后上面再粘一个玻璃门，然后这样滑门的。你人可以进去这种洗澡的，可是要小心。这个当时我们不懂，也是分享给大家，这个玻璃就给时间长了老化就掉下来了，所以家里有孩子的，或者你在这滑一下，你在这至少还得有个扶的，怕直接扶到玻璃上就很危险，所以后面这种房子我们就不买了。这是一个要给大家讲的点哈。棍儿，我们还见过那种把棍儿都拆了的，就是毛巾架都拆了，太酸了真的啊。这边是2个卧室，我让他们吸，他们也没吸，所以按道理来说这个租客应该把这个房子清洁一下，但是呢他现在我们又罚他款了，他可能有点不愿意，那无所谓的，我们反正也要打扫卫生，就一起做掉就好了。这些 touch up 是要做的啊， touch up 墙面啊，这些很脏需要做，所以给我们的国内的屋主，这是我们3年前，然后这是国内的屋主买的，所以给大家记录一下这个最真实的感觉，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。就是一般的客人住完之后，这算应该算个中档的客人，不算太差的，太差的我们都不好录，太差录完不难想象。但是呢我们有他们的押金，所以不用害怕啊。这底下这些墙面都要重新刷的啊。
然后地面就地毯要全部吸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包括这边的墙面，你看看这蓝色的，这因为是小孩的房间嘛，所以这比较正常。这很明显是一个，你要睡到这儿，这是一个床还是什么东西一直在蹭，或者是脚丫子在那踩，这些全都要 touch up 一下，或者是整个这个房间就全部刷掉啊，一面墙全部刷掉就好了。但是我们整个房子是不刷，如果整个房子刷的话就感觉好。我们从这边走，好，这边就是到我们的书房和那个正餐厅。我们先到书房来看，其实这个地毯是蛮好的，有一些这些洗不掉，我们再洗一下这个地毯，还是要简单的要洗一下，不洗可能不洗，不洗有点我们有点不太那个什么。那个有一个客人他没有要去洗地毯，是因为他本人没有来，是他那个是不是他的经纪人带他来看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最后把地毯洗一下。然后正餐厅它的灯也全部升级了，这个吊灯，书房的吊灯是四个灯头的灯，正餐厅也全部升级了。这套房子树比较多，当时也是我们那个买家比较喜欢，说有可能自己搬来住，所以这个树是很漂亮的。那当然你要付出的东西会更多。再过来到厨房，你会看到这种连在一起的厨房现在是非常非常受欢迎。实际上啊，如果这个不做的话，这做吧台，这中间再做一个岛都特别好。它所有的窗子全部按的 shutters， 看到没有？虽然是便宜的，不是贵的，但是它整个做下来的感觉都不一样。台面换过了，还有这套房子当时这块漏水，一直生霉，有一点点漏，我们解决了好久。最后，那看一下，把这块就全部解决了，底下啊，在这里面没。煤气灶，对吧？这个厨房给你感觉是很舒服的，烤箱也没有清理。你看他所有的柜子，他自己做的这样。你看这个有没有？我看看这两个有没有。啊，这都是单门的，这样子展开的。啊，它中间是这样子，中间还有板儿。冰箱这有点矮，所以租客的时候要量一下这个冰箱的高度。好，我们现在按客厅，而且客厅有地插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不一样了。以前这有一个那个两个中央音响带，你看它把线也都留好了，没有问题。空调看到主卧你看这也是砖，这不是那个地板，看到这也是砖，这个木头花纹的砖显得要漂亮一些，是吧？这边 blinds 是他，当时是那个什么，租客还有点不愿意，这我们做事做的也不太好，就是我们应该换正常，就这种类型的房子，这个 blinds 太廉价了，看到？外面用的 shutters， 里面用的这个一英尺的这个，就是感觉完全不配套。奔驰安了个手摇玻璃的感觉。OK， 这边是厕所啊，这样过来啊，它这个倒是蛮干净的。我晕死，他有这个劲儿擦这个玻璃，为啥把地毯洗一下？没问题，所有的龙头。啊，镜子也搞得挺漂亮的，它这个镜子是自己做过的，看到没有？对吧？龙头都没问题，便盆 OK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衣帽间，实际上大家会感觉是挺漂亮，很好用，是它有很多抽屉，你藏私房钱啊啥的都可以。这是放啊领带还是袜子？还是放鞋子吧。这些都是 IKEA 这种板儿。就是你们自己在那个也可以做，是吧？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，蛮好的。所以这个宽其实不宽啊，1.7米宽，其实只有1.6米。密码，这个密码我记得以前是可以打开的。其实我可以用蛮力把它打开了，你看，
量，不要破坏嘛，是吧？有的时候谦虚一点是对的，是吧？OK， 我们先到后院去看看。这套房子其实整体升级的，刚才我们看到所有窗户的 shutters， 然后还有主卧的地面，然后那个主卧的浴室，等等吧。然后最主要就是后院 fence， 还有所有的树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些都很好。哦，这也是它升级的，你看它是可以这样拉过来了。我操！哎哎哎！是因为那个虫子在里面做了一个窝，啊，也就那种。他做完他就飞走了，啊！为啥会有虫子？你看这后院，国家森林公园 ，National Park， 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前两天过来采访，问这个房子租不租啊？他这儿可以做烧烤呀，你看这吧台做的好不好？石头的，这都是石头。哎呀，滴到我这眼睛里。那这也砌得特别好，你看这水泥以前的这样弄下来之后，这个印子还在，就是这种风格的。所以这个院子的水必须要做好，然后再看一下地面，你看整体的地面发现了没有？没有草，原因就是因为树太多了，这些植物的能量都比草的能量大，所以草就死了。还有就是一直晒不到太阳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树重新再 trim 一下，这样会好一点啊。吊扇，哦，好，吊扇还在转。没有问题，他以前接的灯这样全部做过来，你看这一条线还在转吗？好，现在不转了。好，这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个做这个封面罩行不行？哎，我看我的这个重量行不行？啊，太舒服了。但是这些树我们要重新整理一下。这个树啊，我看全部长的，要把它全部割掉才行。这些植物真的是哇，这个树都和它缠在一起了，两个树这个已经长过来搭到这边了。你看这个好厉害啊，这个。哎，你说这些植物有没有思想？你看，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哦，这还有个那个，它是两个，看到没有？哇！你看，它直接从这儿长过来，搭到别的树上。很多人喜欢这个园子啊，刚才那几个人也说喜欢这个园子，喜欢这个 backyard， 但是他们不喜欢那个地毯太脏了。但是我们已经接到三个 offer， 我没好意思告诉你。就这样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。哦，还有这边你们看不到，这边一排树。对，这是他家以前放垃圾箱的地方。这边这一排树都要修，这需要花点钱。对，所以这些树一个是需要水，一个是需要钱来去修理它，其他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房子很漂亮，真的是很漂亮。我们再走一圈，从这边走一圈。这是邻居家，整个社区也都很漂亮。这就是两个房子中间的排水，水从这儿就排出去。OK， 就这样吧。我觉得真的很棒，没想到几天就租出去了，就这种状态租出去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别人把这房子弄好。好，更多信息可以关注翱翔美国房产咨询，在底下评论、留言、点赞、转发，特别是要订阅啊，订阅我们。那更多信息可以到达拉斯来找我，我们有整个团队为你做服务。我们现在的售前经理就是你加翱翔 US 003，我们的售前经理会解答你的问题，然后把你的需求细化，然后我们会有专职的经纪人团队为你来服务。就这样，我是秋瑞，我在达拉斯等着你，再见。